傻丫头，你爹卖的是你，哎，还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放开，真是你亲爹呀！哎，走吧。 皇校尉，可以开始了吗？第一出昭君出塞。哎呦，不错啊！ 如果将军喜欢，我可以让他们马上下来。我就是个校尉，你不用这么虚情假意的巴结我。皇校尉不喜欢，换！你放我下来！可得给你好好算算账啊！你们搞错了，你放我下来！你们一定搞错了！没看到你已经拎好你的手里吗？ 这难不成临出来之前，你爹连口卖身饭都舍不得赏你啊？在我爹眼里，我还不值两点小米。 放血呀！都说处子血可以长生不老，市面上卖得出金子的价码。放开我！穷人贱命啊，能不能活都由不得自己。哼，你就认了吧。 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
就要他？莫非他不是你们锦香阁的人？啊啊！是是，只要将军喜欢，我马上给他梳洗，送到将军房里去。 是他们搞错了，你慢一步，不慢一步，好好伺候好爷，日后陪我大梁军走。呸！我不卖身，我也不随军。<笑>这可就由不得你了。<笑>我见过的漂亮姑娘多了。要干什么？ 就属你的腿，别动我，细细白白又结实，别动我，干什么？ 让你来的，有点意思。小姑娘，你怕吗？你是自己来的，还是芸娘派你来的呀？ 你就是黄勇，黄校尉。正是。那城西的冤家，
也是你带人灭的。什么燕家狗家？这个厂里只要有钱，就都是我黄勇的。听到了，他是梁军的千户，刚刚打了场胜仗，还屠了个城。今朝过后，被他选中的姑娘都会被带进军营，在那里，所有的姑娘活不过三天，当然也包括你。我不要这样。来，咱们一起双飞，黑夜一起来。生如蜉蝣，朝生暮死。还真够有味儿的啊。